中安福音十七章第九十至十九十，第二位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十，中安福音书十七章第九十。我为着因求，不是为着世间求，就是为着你所呼我的人，因为因是你的，见了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。搁我伫因有得着天光，但了后我无伫世间，因伫世间，我归伫你。生的爹啊，愿你伫你的名，就是你所呼我的，来保守因，予因做一个，亲像咱一样。第十二节，我甲因伫地的时，无捌伫你的名，就是你所呼我的，来保守因，我也有照顾因，其中无一个因。只有迄个阴论的人，常常予圣经得到应验。今我就问你，我要点世间讲这的话，要予因有我的欢喜满满伫因的心内。我已经将你的道理予因，世间反问因，因为因无熟世间。亲像我无上世间，十五节，我毋是求你予因出世间，就是保守因脱离歹个。因无上世间，亲像我无上世间，愿你用真理予因成圣。你的道理就是真理，亲像你找我入世间。我也有找因入世间，我为着因来做成，予因也对真理来成圣。以上第二位圣经是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十三节。现今所存的，就是信、盼望、忍耐这三项。其中第一段的是真爱，现今所存的，就是信、盼望、忍耐这三项。其中第一段的是真爱。以上，下面讲到咱。